首先，电能蹲完不起蹲，保起蹲完电能蹲，电能蹲完不起蹲，保起蹲完电能蹲。健能蹲完不起蹲，保起蹲完电能蹲，健能蹲完不起蹲，保起蹲完电能蹲，健能蹲健能不完不，健能怎么不蹲呢？蹲也错啊你，健能怎么骗爸爸了？人家爸爸是健能，都跟别人打交道吗？为什么？不要问我为什么。我给你讲啥，我给你13、13。你还是自己玩吧，你。自己怎么玩呢？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。现在的处境，就跟你在外面跟那些不知名的小孩玩是一样恐怖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废话，以后你还是跟你自己玩吧。我会怕，好黑哦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又出来了啦？不要怕，我是教务处的厚厚魔人。各位高二升高三的同学哈，注意这里哈，学期开始后会有许多大大小小的考试哈，希望各位努力准备哈，让家中的升学率更上一层楼哈。你骗人啊！没错，我是骗你的，连我都会骗你的，其他人当然也会骗你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是来保护你的，这样就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了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没有人可以伤害我们。
来，他们三个人就是我的孩子。那我一定要去找出他们来，让他们承认我的错，让他们知道我是做爸爸的无能。我的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宝贝医生啊，你快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呢？宝贝梅丽安娜啊，我就是博士啊，你们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就是博士啊。你是博士？快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呢？啊？既然有人说自己是当年那个博士耶，可是你觉得他真的是那个博士吗？我不知道。多年前，政府曾经下令要我们铲除一切有关于实验的人，可是唯一没有找到师爷的只有博士。那也只是他是博士的机会真的很大，我想是的。那我们接下来。还是我们先告诉他实情，然后再找机会干掉他。我的孩子呢？你们快告诉我，我的孩子呢？博士，你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在当年死于非命了。死于非命？怎么会？虽然他们三个都已经死了，可是他们都各生了一个小孩。对，他们都各生了一个小孩，而且他们还用你实验方法来一起一样来教育他们，按我一样的实验方式来教育他们。那就是他们三人了。我要找出他们来，让他们承认我的错。